欢迎收看主打陪伴的文艺分析 reaction 节目文基金。看前先点赞，养成好习惯，一键三连，谢谢。那个开口就提前要了吧？啊，不然呢？我怕很多人看不到后面，主要是。嗯。那我们作为老秀粉，在鹅厂的创戏选秀，我们有一路都追过来的。对，国内平台放的都追过。你说18年第一届创造101嘛，火箭少女。19年第二届 Rise。嗯。前年的樱桃少女33 Into One。对。我还上岛过，然后本人有幸。见过硬糖 Into One， 采访过吗？还在创造营2021的角色上有见过 Rise 嘉宾前辈。切，我见过很多创系出来的，就现实生活中见过他们。你是在哪个情况？在很多种情况下，比如说上次，哎，你也来了，你亲自来。等等，开玩笑，我因为工作原因，其实有时候是很容易接触到这些人的。周震南，因为周震南之前是在成都去培训的嘛，所以他时不时的经常会回成都来，然后回成都的时候就会见他，认识一些老师啊、朋友之类的。我就会在那些他见朋友的场合中看见他。他是2017年参加的《明日之子》全国第四名出道的嘛，那个时候2017年他才17岁，很小，他当时。然后2019年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创造营。2019，对。C 位出道，对，成了 Rise 的队长。我们也有看过周震南，应该他在比赛时候的一些舞台。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文字可以把我们的链接贴了，来，等会看我们的往期节目。我还第一次听周震南这么安静的唱一首歌。那个时候才19岁，那如今2024年的周震南又会成长成什么样子的嘞？成长到24岁的样子吗？啊，这么一个累积的经历，我说好多人呢、啊。哎，古不舍老师好嗨，你看，这是古舍老师一个很喜欢的那种可以玩的东西。哎呦，他真的很喜欢这种炸场的东西，你知道吗？对。而且这种风格的舞台真的在音乐节是能带动气氛的，很现场。哇，他的风格，他就是那种带一点点迷幻和神秘感的。不，他从他以前，他其实曲风从我最早认他到现在，他真的一直在听他自己认为最比较最潮流或最前沿的最先锋的那种曲风，他很喜欢这些东西。他这个造型好终结者，他算是真的把舞台搬到音乐节去了。我觉得他对这个事情，对他这个事情，我觉得都应该卷起来，真的。他的对于演出这件事情的认真态度上，应该像他这样卷起来。他的舞台看起来好像那种实验戏剧，是是是，你去看现场就是这种的。你看背后的 VJ 素材、灯光的配合、乐队老师、舞者、编舞，而且他是每一首歌都编了一支舞的，这费用真不便宜。我跟你说，这真的是一首接一首唱，妈呀！我不好说，就是我知道的，他台风一直很好。就是我能很肯定，在现场，因为去参加音乐节的人不一定都是他的粉丝，喜欢音乐节的，去玩音乐节的，他喜欢的是那种氛围、现场感。至少那一首歌和他大多数的舞台，是能让他非粉丝的那个受众是，哎，我能留下来看一下你这个舞台了。可能我都不认识你，或者我不是你的粉丝，但因为这个东西往上一放，我会站在那儿看一下你的舞台。他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厉害了。音乐节就是23岁的周震南和我们当时看的19岁的周震南来比，我就觉得一个是练习生，一个是职业歌手，对，职业音乐人。我是第一次看到现在的他的这个音乐节的现场，超出我的认知，我接触到的能音乐节线下的一些认知，很棒。花钱去看呢，一定是值的。个人也特别喜欢那种舞台设计，然后有点那种神秘色彩，肯定要看现场更有感觉。肯定的，不管怎么样，音乐 live 现场一定是最具感染力的，就是你一定得去站着坑里面站8个小时，你会发现脚很累，但是很值得，就是这种感觉。他在2024年的时候，周震南也会迎来他出道6年以来的首场演唱会。他有演唱会啊？对对对，
邀请我们到现场去体验一下。邀请你们？凭什么邀请？哎，就被邀请了。真的？你要不要这样搞我？我才说，你就打我的脸。我晓得，但是我就想看他听到是什么反应。对不起啊，建哥，是没我的份儿是吗？辞职一起去。我看你们回来的素材。我们现在就要去看现场了。这我们噜噜就飞了。朋友们，猜猜我们在哪里？今天我们在广州，因为明天是周震南的演唱会。今天呢，我们就到后台去转悠一下，看一下工作人员做了什么样的准备，看有没有这个运气，今天能够在后台能够碰得到周震南。如果碰到，我们就聊聊喽。这个地方就是后台，哇，好多房间呢、啊，这休息室。感觉一走到这里，大家说话的分贝突然一下压得很小，悄悄咪咪说话，哇唧唧哇。哎，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锅盖型的舞台耶，你看，我想再看一下是什么造型的。哦哦，硬体就是这个东西。哦哦，原来如此。他们现在正在彩排，我刚刚才知道这个舞台名字叫做硬体，是一个眼睛造型的装置，到时候可能在舞台的设计上面，周震南在上面有一些巧思，期待一下。那个是周震南吗？哦，白头发。发现周震南。我本来是准备刚才要到后台和周震南聊一聊，但今天他们真的特别忙，去打扰他们工作好像特别不好啊。马上就要连排，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稍微等一等。刚才我们走过的这条道，等一会儿他们也会从这个地方过来。但是会有点不好意思。
每一个座位上都有的这个东西，就是朱镇南给大家准备的小彩蛋，它是个发光的牙套，不敢想象。
or pray and fight. From my darkest dark sand, risen from the grave. If I let them in now, never let them leave. If I'm screaming louder, will it wait to me? I'm drowning, I'm drowning, I'm drowning. I'm drowning, I'm drowning. I think I can feel it, give it a show, it's spinning and disappearing. With a class drawn up, I've been a British. I pay the money and fail, gotta buy the fish, color burn a fetish car. All I say is not people there, but a life has been taken. I'm not Christian, but so say I am. You got me crazy, and I'm grateful.
问一下啊，你们喜欢三十分钟还是喜欢跳舞？哇，这么整齐，前面白做了呗？没有没有，前面哇，好伤人啊！太伤人了，大半夜哭晕在厕所。行，跳舞啊！基本上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The last time I cried for you, start from tomorrow I will forget about you. But I know you can forget me. Do you? 午睡。现在啊，
不合适吧？哎，行。老师很有可能背后是个大佬，有国家队背景的那种。刚刚那段舞真的太牛了，不管是立意还是画题还是编排，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了。很啊，什么没有转过来的吗？哦，对不起麦麦，对不起，对不起，好看吗？我也是四人的，对。至今为止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没有之一，好吧。我最喜欢。门外有人高，穿着同样的皮袄，他走着谁看得到？相信所谓的理由，都说着商量，有多么丑陋。这个真是我没有想到的。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要补拍一个东西，昨天的牙套没有拍好，有人昨天没有戴，非常敷衍我。可以，哇，你们人太好了，戴上它。 OK， 这样没有戴上吧？我的手机你要戴吗？你要戴吗？灵魂发问，这个好美啊。我的妈呀，这效果太好了！那个人绝对没有戴牙套，人成这么混了吗？准备好了吗？最后一首歌，
把这里轰飞好不好？有一些话很想在这里说给你们，因为我不知道今天这两天长得有点哀人是不是，所以我把它写下来，对，希望可以分享给你们，好吗？站到这里，从练习到出道我花了10年，希望我和高文天这样没有辜负你们对我的爱和信任。高文天二是我认识自己的一种方法，也是我看世界的角度。于我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30分钟的表演，它是我这几年人生的缩影，是一段记录，也是一段自我救赎的过程，它偶尔激荡，偶尔平缓，偶尔悲伤，偶尔幸福，但我不想快进它，因为它组成了现在站在这里的所有我，我的音乐，我的舞台，但凡有一点能够激励到你们，但凡有一点能够激励到你们，我就能明白我存在这里的意义，我就有勇气继续站在这里。感谢你所有人。最后，祝愿你们永远健康、快乐、自由，永远赤诚善良，永远要爱自己，也爱身边的人。最后想说，金钱和名利绝对不是我最终的归宿，我们的生命里有更重要的事情，好吗？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活，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谢谢大家，这是老板Desire，以上，谢谢，我爱你们，永久安好。其实我感觉哈，这两天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当初来的时候还是有点小看周震南了，和我想象当中不太一样。就整个演唱会让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男娃娃。看了现场，就能体会到真的很用心。是的，是的。据说踩了好几天，那个现场的工作人员，那个师傅都在那说他演都给我搓软了。一般来说就一天嘛，第二天就正牌了。看得出来很重视，听工作人员说焦虑，因为他的首场个人演唱会，但是我觉得他最后交出的这个演唱会，我看下来，哎，体感还是我觉得很厉害。之前我一直不太明白 Love and Desire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寓意。看完两场之后，然后你就发现其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巧思。开场那30分钟，它是倒吊着出来的，然后后面就是倒吊着回去。
第一天是被人扛下去，第二天是被人扛上来。束缚和打破束缚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前一场和后一场形成了很完美的一个呼应，而且你看他的那个演唱会，你不能光看台上，你要搭配着他屏幕里边的那个画面一起来看，就可能会更好理解一点。你看在舞台上是有一个束缚的那个带子，那个绳子从他身上一圈一圈的缠过去，屏幕上面去看到全是火，就火焰代表什么呢？一个是破坏，二的一个就是重生。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看完这个东西之后呢，一方面连是感觉他很照顾粉丝了，他说我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会火，但同时我还是想要做我喜欢的东西，我们会尽量做出更多好的作品。我知道做一些流行的东西，做一些商业的东西会让我变得更火，会让我变得更出名，但是我会继续跟我的伙伴们做我们心中真的想要的作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也在演唱会，你说他自己说自己不喜欢跳舞嘛，但还是准备了很多跳舞的这种内容。我很喜欢中间他那个大起舞的那个部分。说不喜欢跳舞，我觉得跳了那么多首还跳了这么难的舞，满足粉丝的愿望。而且全场基本上的表演歌曲好像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对对，我看了一下，绝大部分除了其中几首翻唱嘛，有像不得不爱呀、这些，还有一首是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没有唱。而且四面舞台对，都有照顾到，有专门对着那边唱。他也有说嘛，这个四面台会尽量的照顾到每一面。两边的观众不要伤心，一会儿我会有歌单独对你们唱的，我会尽我们所能照顾到每一个来现场的观众，然后谢谢大家。最后的 talking 真的是，哦，泪目，后面泪目。哭惨了，就这男也哭惨了。对于这个男娃娃来说，应该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人生里程碑式的这种节点。从练习到出道10年了吧，首场个人演唱会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就为了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秀。台上也在哭，台下也在哭，就那他和粉丝之间的情感联系。他们自己才明白了。是嘞，希望下一回还有机会能够看得到更加出色的表演。下次来成都，对，最好我们是能够在成都碰面，可以，周震南加油！好了，这一次的广州行，我们到这个地方就要结束了，拜拜了，朋友们。